近日，各大时尚巨头都闪耀巴黎，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 LV 大秀了。凭着雄厚的资本实力与商业影响力， LV 大秀每年都能吸引全球各地顶级的明星前来捧场，而在众星云集的情况下，难免有咖位之分。在最近， LV 在其 Instagram 上上传了出席巴黎时装周2024年秋冬时装秀的明星照片，中有郑浩妍、 Blackpink Lisa、 New Jeans 惠人、 Stray Kids Felix。 然而许多粉丝注意到 Twice 的娜琳并没有出现在帖子中，且娜琳与 LV 的合作已经近四年，杂志、活动、新品推广等一样不落。但虽然合作密切， LV 却一直没有官宣娜琳的正式头衔，对此许多粉丝表达了失望之情，认为娜琳的影响力和带货力值得更好的合作。另外，在秀场，娜琳还发生了惊险的一幕，一名在场人员突然向娜琳扔专辑砸到了她身上，对此保镖也立即制止。尽管如此，网友们也仍然担心娜琳的安全，要求在这样的场合中需要为偶像提供充分的保护。爱豆韩社美儿姐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